是亲子同乡，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款十月贝。刚开始拿到会有一个滚很像滚筒式的一个袋子，里面就有装这个被子哦，而且很大，它不用被套就可以直接盖了，而且它可以进去洗衣机洗哦，超透气又不闷热，而且它这个重量不到1公斤，很超级舒服的，而且它可以防螨抗菌哦。对，它为什么叫做十月被呢？它可以盖一整年。对，它可以盖差不多一整年，有10个月以上的被子都很适合盖着它。好，那你们摸起来的触感怎么？很舒服，很舒服，对不对？很舒服。所以这两个已经爱不释手，就是然后一直盖着这个棉被，这就是我们目前要开团的十月被。十月被，拜拜。十月被，拜拜，睡觉喽。